人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示范怎么样下载 Zoom 及如何进到会议中。选择您的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找到搜寻，并在搜寻的位置填上 Zoom Z-O-O-M， 点选第一个下载。完成下载后，打开进入 App， 没有注册会员也可以加入会议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们先到 LINE 的地方找到会议网址或会议 ID， 复制。如果不会复制的家人没关系，你可以记住号码，就是记住数字，然后回到 Zoom 加入会议，在会议 ID 的地方贴上或填上刚刚记住的数字。下方可以改名字哦。下方有两个选项，选第一个的话是进入的时候不会有声音，如果选第二个的话是进入的时候不会有画面，所以如果要进入的时候有声音有画面，那这两个地方就不用勾选。那密码也是同刚刚的 ID 会议 ID 一样的方式复制贴上，如果不会的话就记住英文跟数字，然后回到刚刚的地方贴上。稍等一下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到会友群组发问哦。愿神祝福您。